说这宝藏5年，实际上呢用到10年以上，它凭什么敢这么牛？美的格力、海尔都在跟他合作，大牌有没有看走眼？今天带你去三角洲的硬实力。三角洲知名度很小啦，具体会跟哪一些大牌合作过呢？美的啊，海尔啊，3M啊，海能啊，下面的剑灵啊，库克啊，国际上的欧洲最大的，国际的是吧？应该4、5千家有吧。三角洲从什么时候开始入军竞选行业的呢？你可以看到这一台呢，就是古董机了啊，这是从美国引进台湾的，这1988年看到没有？ 写的，现在你看到这一组它的耳鼠满堂，它就是老佛爷了啊，红化石。我们到外面看一下，我们发展史。从1990年引进项目到北京，第一个引进到中国就是我们的系统呢，就包含比方说增压泵啊、稳压泵啊、自吸泵啊、商务泵啊、供水泵啊、5大系统。库克基本上它订单一下到年底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走了29万台，按我们现在规模，自己买的地呢大概有11000平方吧，排满的话可以做到300万台的规模。 不良率，10%，你说够不过硬？闭眼合作没问题，还想看生产线的，留个言，玉米带你去看。